嗨，大家又是《三国志》战略版了。今天想要来一个日常的会做的事情。哇哦，唯独圣贤之书，借古之士而明今之理。哦，《春秋左传》啊，还行还行，至少拿到了。一本紫书，哦，刘华，好吧，跳过。哇，诸葛亮是怎样？害我现在不敢抽招募。然后还有邀请函，然后就可以抽奖。哎，我记得佩尔同盟有一个人超幸运的，真的拿到了1万金铢，哇，那是爽飞耶！好了，我们来抽一下免费跟半价，再一抽，哦，好吧。然后，那我们就直接抽那个情谊，然后就会有这些武将，这些应该常驻的啦，就不是 S2、S3 那些特别的。哇，魏延欸，就看到别人抽那么好，就是你想说我要抽吗？然后不管了，我们抽一次，会抽到谁呢？承袭哦，古今无双的武艺，有死飞不将之女吕菱琪是也。我不要，不，吕灵琪又是你，而且还是群演啊！不，群演已经有2只，吕灵琪真的很容易抽。如果这个抽在佩尔账号的话，那佩尔的那只佩尔吕灵琪就蛮红，懂吗？蛮红了。噔噔噔，对，有最近换下来的吕布，然后我决定组成三四旅，因为反正战法都很齐嘛，所以抽起来免费跟半价。再一抽有没有？但我现在来到了9000的玉，可是我想要累积到10000，但我们可以抽这个，那我们一样继续来抽情义勇哦，抽起来。佩尔会抽到谁？好烂哦、喔！啊，反正就是多一个选择。材料角，休闲哦，为什么不来个曹操啊？好老板，我们要来领个兑换礼。我们在兑换礼，然后你要先看角色编号。角色编号就是直接打开系统，然后角色编号一。啊，1146682，三国志战略版，生日快乐，2周年的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就可以按兑换，两个人兑换成功了，好吧，今天的影片就在这里了。